好容颜招摇追剧 TST 活酵母新生面膜乳，邀请您一起招摇。哎，师傅，你觉不觉得这灵亭山有点古怪啊？走了半天连点生气都没有。到底是谁抓了西山主？师傅可有眉目？尚未可知，不过来者不善，小心行事。西山主离开万路门那么久了，到底是谁还要害他？难道是南岳教余孽对他怀恨在心？不会。哎，师傅，听说西山主当年是被南岳教所设计，可我看西山主为人淡泊，万事也看得很开，莫不是设的美人计？南岳教的一名女子月珠前来引诱阿荣，本欲刺杀他，却不料月珠对他动了情，不忍下手。随后月珠被召回南岳教，以叛教之罪处置。阿荣前去相救，中了埋伏，断了双腿，全赖月珠拼死相护，才带他离开了南岳教。那月珠死了。小心！门主令，我当执掌，即速去江州城西山主住所，走。是。江州城怎么了？西山主的院落被袭击了，兄弟们死伤了许多，门主已经先行过去了。紫玉姐，你现在不管我在不在职，都必须保护门主。紫玉姐，小恩，小叶，人去哪儿了？奇怪了，
怎么一进洞就分开了呢？小恩，小易，本来他们俩功夫就不好，还带着个瘸子，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啊。你们俩去哪儿了？司马荣呢？跟你们俩说话呢。喂，凌亭山居然能把人拉进幻境啊，差点就大意了。坑得了别人，可坑不了我。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你怎么来了？里面请，里面请啊！阿姐，我看你有点口渴了，我给你倒碗茶啊。我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他没钱，你给他喝什么茶呀？没事的，阿姐之前那段时间做了好多的好事儿，她有钱，对吧，阿姐？对啊，我之前做了好多好事，账上钱多着呢，我查过。没钱，穷鬼！不可能，我做了那么多好事，给我看看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穷鬼！没想到你是这样穷的，阿姐。不，我有钱的。我有钱的，没钱跑来喝茶，来人呐，把他抓起来！没钱跑来喝茶的，我有钱的，抓起来！抓起来！什么人啊？我有钱，我不成，放我出去！老实点，喝茶没付钱，终身监禁。我有钱，我有钱，我有钱，我有钱的，我不成，放我出去！我要出去，我不成。吓死我了，还好是做梦。我怎么会睡在这儿？这里是凌亭山。小丑八怪呢？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你这么厉害也会中招？喂，师傅，小丑八怪，喂，
你不会死。朝阳，我。这林庭山一定有古怪，一定是幻境乱成瞎掰，不可能！果然是幻境。林庭山，林庭山，生灵停息之山，哼，果然邪门。喂，你要去哪儿？回来，走。得赶紧找司马如，免得他也掉坑里。马蓉，西山主，西，月珠，
你从小在南岳教长大，师父师姐从未亏待于你，对你委以重任。没想到你竟然背叛南岳教，万路门作恶多端，司马荣助纣为虐，他帮陆昭瑶害了我教多少人，而你现在却爱上了他。你可知就因为你对司马荣一时心软，对我等大计有多少影响？司马荣他不是坏人，我不能杀他。魔教即是恶，万路门都是极恶之人。月珠，你与司马荣相伴才多久，却这般帮助他，甚至愿意为他去死，值得吗？我随我心，乃我姓。你姓什么？糊涂啊！师父他要杀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。被抓回来的那天起，我便死了。月珠，你若愿将功补过，再去杀了司马荣，或许还有补救的机会。我不会杀他。月珠，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遵从师父的意愿。阿荣，哼，想不到我曾经与你说过叛教的谎话，如今却成了真。每次都是我救你，这次我也不会让你有事。月珠，我们走。为什么要来救我？我骗了你。我随我心。走。我随我心。小圆脸活着的时候倒是个随性的人。你来救我，我很开心，但是你带着我必定无法全身而退。况且我们宗门的人已经在剑冢埋伏好了，就等陆昭瑶去万钧剑的时候将万路门一网打尽。别管我了，你快去吧，快去吧，快去啊。我先带你走。哎，这山洞走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。哦，小美人儿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。哎，鱼，你以为南岳教是什么地方？你想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跟在我身边。我凭本事来，
自然也凭本事走。给我下！小心！阿荣，不打紧，我们走。不行，这暗器有毒，你用法术，功法会废掉的。抓住他。他中了暗器，跑不远，给我追！务必将这陆昭瑶的左膀右臂给我卸掉。是。就是这样吗？司马荣的腿就是这样废的吗？我当时在干什么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动了。原来你也进入幻境了。不好，有人来了。小美人。哟，小短毛，是你抢的司马荣？没错，是我抢的。怎么了？你抢他干嘛？他帮厉晨岚打探消息，我当然要抢过来杀掉了。怎么了？你想护着他呀？对，我要护他。你喜欢他？对啊，我喜欢他。他长得好，脾气好，对我好，我喜欢他很奇怪吗？就像我欣赏你的性子，也喜欢你一样。你挺会撩人呀。实话实说而已，只是他站在我这边，我护着他，而你没有站在我这边。如果我偏要动呢？尽可试试。六合天一剑，厉晨岚冒着生命危险帮你取回来的，你可以啊！我现在越来越欣赏你了。我也是。今天这任务要定了，就算你也不好使。不行，再这样打下去，一会儿林庭山都得打。阿荣，你很痛吗？别担心，我一定会带你走的。这里有血迹，往那边追。是。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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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如果你尚有余力，便御风离开。就像第一次我接住了从海棠树上跌落的你一样，那是骗你的，我武功这么好，怎么会从树上跌下来呢？我知道，接近你都是骗你的，我知道，可是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。我知道，阿荣，你总是太温柔，也太倔强，原谅我吧，这样才能忘了我。记着你，
月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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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恨我不要杀我，不要，不要，月初，月初。师傅，我不应该在这儿，我应该……是幻觉。还打吗？小短毛，你我二人现在都陷入这阵法里面，我看大抵这月入中天会让天然阵法的力量越来越强，你我要是再斗下去，他们怕是都得陷入这阵法里面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又想跟我谈买卖呀？司马荣帮厉晨岚办事，你一直想要杀了他，但你却没有第一时间动手。我猜，你是想从他嘴里套点什么吧？